Finally on the red corner, weighing at 65 kilos, 130% of his arms and 8% of his lines. 25 years old, 5 wins, 4 losses, 2 KO.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Meng Huoduo.场上裁判王心凌，比赛现在开始。No hand, no elbow, knee, once, no clinch, no sit down, OK, got. 好，观众朋友，现在您看到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来自陕西问心搏击的蒙国栋，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卡沙鹏。是，那这个原来这场是由王鹏飞，那王鹏飞在伦皮尼比赛受伤，就换成蒙国栋。可以看到这个塔沙鹏这个相对非常有自信，而且有点不屑的神情。对，也难怪他的那个腿太重了。哇、你看踢得太有自信了。那蒙国栋上场比赛是对上这个身高181、肌肉线条超明显的这个法国人的法布里斯。那蒙国栋被控制了3回合，输了比赛，比较可惜。那我有问他，那个对付泰国的内围怎么办？他说就打拳，他不会因为打泰国人就去练内围的。蒙国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感觉也是比较冷静的一位选手哈。是，所以今天你看面对这个塔沙鹏的这个强大的腿部的这个攻击，他还是目前来讲还是能够比较冷静的去应对的。对，然后呢这个蒙国栋对自己今年的成绩不是太满意，他很努力的想找寻自己的突破点，那希望这场比赛就是他突破的开始。哦，重拳，你们听会。哇哇哇，哎，真的扛住了！没想到这个蒙国栋连番重拳，我们塔沙鹏扛住了，而且用一个超重的一个扫地还击。哦，其实蒙国栋遇到这种对手啊，用手臂来扛也很累很痛啊。对。过去啊，其实也有中方选手硬扛这种拳啊，就手臂被这个泰国人给踢伤了。那蒙国栋刚刚有用手臂跟手掌啊两个地方一起来把这个力量给化解掉，所以稍微不会那么痛一点。好，蒙国栋注意一下，刚刚在抡这个前摆啊，这个动作有点大，再精简一点。哦，看起来没什么肌肉，但是呢，这个扫踢也是很扫千军这种气势。对，那就是不管你要不要挡，要不要躲，就扫过去。再来，好，开始了，塔沙鹏的这个油条的打法又开始出现了，手都不拿高。其实这个塔沙鹏他真正是低砍踢，他低砍踢还没用出来。好，还有10秒。哎呦，哇，两个重击。这个看起来这个塔沙鹏，你看他神情都不会变的，挨打。两个人开始对攻了。我们看到这个蓝方泰国的场边很热闹，他们都特别团结。对，其实他们晚上也是一样的，都是一群人吃吃喝喝的，好开心的样子。哦，打完比赛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大家都是一样的。是，而且他们是夜猫子，晚上都不睡觉了。他们看比赛都特别的开心。哇，漂亮！蒙国栋空中抓鸟。哇！哇，其实一般啦，在日常的情况下，走在路上啊，就是在餐厅里面，
还看不出来这个塔沙鹏他是要今天要来打比赛的。我们以为他是一般的这个泰国的队职员，一般的工作人员，就是看起来很不特别，但是呢这个扫踢特别有威力，而且打起来相对很有自信。对，哇，你看很冷静。啊，蒙古东啊，不好打啊！哎，有中了蒙古东好几拳。继续，蒙古东冷静的追击。那看起来，今天这个蓝方塔沙鹏没有什么内围技术啊，都是用这个腿法来进攻。蒙古东做了一个假动作，但是立刻退走了。其实要互相碰一下拳是什么意思？其实可以不要碰，来表示友好。你不一定要配合对手，就在场上打拳啊，不用特别要和和气气的，打拳就是要用火爆位。对，我打赢你，下了台之后要和气再来和气。好，来，其实或许这也是一种策略，是就是假装和气一下，其实也是缓冲一下，我觉得。对，在场上啊，就是在这个规则容许的范围之内尽量的攻击。对，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宠物上线了，看武林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五个六，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好，蒙古东，哦，空中抓鸟，再来，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是那看这个塔沙鹏还没拿出什么新的战术，因为他的重腿啊是挡不住我们的蒙古东的拳法。哇，蒙古东的拳，哦，哇，因为在泰拳的规则的话，被拳法打中的话，裁判这打分上还不见得会青睐，所以泰国人以为，哎，没事，场面还是在我的控制之下。其实，在自由搏击规则底下，你头多挨几拳呢，这个打分上就吃亏了。对，那就是自由搏击跟泰拳打分的最大的分歧点，对于这个被拳头打到的一个打分的判罚。哇，好，在演电影，蒙古东，来来来，干嘛干嘛？对。其实看来这种表现就是两个人其实是在一种放松的，是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下在打这个比赛的，非常放松，但是呢又招招凶险。对，然后这个场边呢又特别热闹。好，分开，是分，所以看起来相对泰国人就是真的非常热爱这个比赛，非常享受这个比赛。是的，所以有时候胜负除了看得很重之外呢，也要加一些开心的心情进去。没错，再来，继续，继续，蒙古东继续。对，其实蒙古东不要去等他，不要去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时间和时机，因为对方的腿法对你不造成任何的威胁。对，好，哦，刚刚的这个塔沙鹏膝盖好尖啊，就顶我们蒙古东的腿。哦，摇头啊，这个蒙古东有意思啊，摇摇头，你不怎么样。对，再来，加油加油，两个真的是演技大赛啊。蒙古东继续，加油继续，再来。哦，还好这个老太的拳，组合不够多，
问蒙古动物要小心了。继续继续。啊，其实蒙古动退出去之后啊，他就是脑袋想一下，啊再进来，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哇。不见得要硬打，就是打完之后想一下。对。但现在塔沙鹏啊，他也在想。好，还有十秒。好，漂亮。哇。啊，塔沙鹏就是纯粹泰式的打法。到。好看打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